你们是警察？对不起，先生，这是你车吗？对，是我的。有什么事？这您工作单位？我叫安永涛，是安吉装饰公司的总经理。你叫安永涛？你是？啊，我叫郝佳。我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今天早上我给你打过一个电话，是关于刘小梅的。哦，是你啊。安先生在电话里面告诉我们，刘小梅仅仅是你的皮肤护理人而已。对不起，警官，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真的不清楚吗？警官，我一点也不清楚。好，那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把你的车门打开。毛囊，这很明显是被拽下的。没错。李亮，哎，把他交给范高做个 DNA。好。这臭小子真看不出来，这气味垫还挺灵的。我是谁呀、啊？小 case。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太清楚，亲爱的。你先看孩子吧。我马上回去。这些警察是干什么的？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小雨，别担心啊，你先回屋去。走吧，啊，这有我们。对不起，安先生，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能进去谈谈。这个，看来安先生不大合作。啊，不是警官，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不到屋里去？为什么？我想。有些事还是别让我妻子知道的好。乔瑜，我妻子她现在正在服务期。那找个地方。行，谢谢。安永康，刘小梅是怎么死的？什么？刘小梅死了？对。不可能啊！她前几天。还给我打过电话。那你说说，你和刘小梅的关系？我和刘小梅是在美容院认识的。我们怎么？你们的关系这么难以启齿呢？我和她是有过那种关系，可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没别的，我妻子那段时间有身孕，我当时只需要个肉体而已。警官要知道，我一直都非常非常爱我的妻子，爱这个家。爱吗？爱的都红杏出墙了。是，为此我特别痛恨我自己。那段时间，刘小梅要的是我的钱，而我需要的是短暂的幸福物。我想这对我和刘小梅。都是很公平的交易。你和他关系有多久了？不长，断断续续的发生那种关系也就五六次了。不过我们都彻底结束了。现在我和我妻子还有孩子，我们很幸福。接着说。可是刘小梅却并不像罢手，她经常打电话骚扰我，可我实在是不想见她。我们以前那种关系实在是太不光彩了，所以上个月他打电话告诉我要见我，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们之间的交易结束了。可是他不罢手，他威胁了你。是的，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查到的我家的电话号码，他说他可以随时随地地告诉我妻子，我怕乔伊知道会受不了。
我妻子为了这个家连工作都辞了，我不能对不起她，所以当天我就约她出来，给她2万块钱了断这些事情，她也同意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你给她钱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上个月初吧。你能肯定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刘小梅吗？我肯定。那前几天呢？你也没见过吗？我真没见过。不过前几天他给我的手机打过电话。都说了些什么？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和乔伊正在给孩子洗澡，我一看号码就知道是他的电话。把这儿的小被子擦一擦。哎呦，笑了笑了笑了。来，这下擦一擦。他挺美，他乐得挺美。我们第一次洗澡哈。哎。喂，你好，找谁啊？找高明耀。对不起，你打错了。不哭，小哥，不哭了，我马上就洗好了，咱们擦一擦。哎，宝贝儿，不哭啊。一定是公司小刘打过来的，你先给宝宝擦擦，我去客厅洗。啊。刘小梅，你胆子也太大了吧！瞧瞧瞧瞧瞧，哥哥，为了你，我刘小梅可什么都做得出来。我告诉过你，不要往我家里打电话，咱们之间已经了了。了什么呀？藕断还丝连着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只要我不说，你老什么都不知道。那哥哥，我今儿可遇到点麻烦，你得先帮我找个地儿住。下午三点，你还是开车来，翠明湖边，老地方见，不见不散。宝宝，爸爸回来了，来，爸爸抱。你看，这多像你！我说过，我再也没见过他。毕竟，我有一个完美的家，有个温柔的妻子，而且我现在是个父亲。然后呢？你去了什么地方？我可以发誓，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带孩子。谁能给你证明？我们家保姆可以，还有小区物业的人。那天他们在我房子外面粉刷墙壁，一会儿让我开门，一会儿让我关窗的，他们可以作证。而且我还跟他们的一个工人吵了一架，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他们调查。行了，永康，你先回去吧。警官，能不能帮个忙？我和刘小梅那段子荒唐事别让我妻子知道，我怕会出什么事。可以，安永康，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你的车里发现了刘小梅的头发，你怎么解释？这不足为奇吧。我和他当时经常在车里解决那问题，而且上一次我给他2万块钱也是在车里面。你们不会因为在车里找到他头发就怀疑他是我杀的吧？声太大了，吵着他们家保姆了。看来安永康确实不得闲着，无疆白忙活，我们线索又断了。这多像啊！咱们撤吧。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伙计们，你们全被安永康的屌丝给耍了，知道吗？算了吧，我们让你耍了还差不多。
跟着他这帮警犬兄弟们跑，这顿跑，我都快成警犬了。哎，同志们，我宣布，今天这顿饭让这小子出了，怎么样？行，没问题。哎，于 Sir， 咱们可说好了 AA 制啊，一到关键时候你耍赖皮啊你？怎么了？你都快把你于叔叔累死了，吃你顿饭算什么呀？太赖皮了你，头儿，谢谢了，再见。这个气味垫其实挺特殊的，美国的鉴证材料上说，警犬闻过气味垫以后找到的东西啊，只有两种可能。那说，哪两种可能？第一是死者大量使用过的东西，第二是死者近期停留过的地方或者使用过的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让你说糊涂了。你能不能别吃了你，猪头菜？动脑子好好想想。怎么了怎么了，不就一汉堡吗？至于急成这样吗？你们动脑子想想啊，如果像安永康所说的那样，刘小梅是上个月初上过他的汽车，那他留在汽车里的气味到今天早就散得要多淡有多淡了。可为什么三只警犬不约而同地冲向那辆汽车呢？要知道刘小梅留在丽园美院美发店的气味要比他一个月以前上过的汽车留的气味浓上100倍啊。对呀、啊，警犬为什么没带你们去美发店呢？别打岔，让宇良顺着他的思路把话说完。所以啊，刘小梅近期绝对上过安永康的车，这是科学，由不得他不承认。宇良说的有道理，我们没准是上当。那有什么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再去抓去。头儿，咱得三思而后行啊，现场起码有7-8个人证实在案发时间内安永康根本就没出过门啊。我还有一个办法能搞定安永康，我找范高一趟，问问他这两根头发脱离头皮的具体时间，那么刘小梅究竟是在一个月以前上过他的车还是在3天内上过他的车，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我找范高一趟，3分钟真的搞定。乖乖，我太聪明了耶、这小子贼精贼精。小混球还有点招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喂，柳局啊，是我。那东西不是给你放在办公桌上了吗？瞎嚷嚷什么呀你？柳局，那东西写的深刻不深刻，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那是写给政治。我还要再写一份给人大呀、哎柳军，喂，伙计们，事实证明我耿宇良的气味垫为翠明湖案件侦破工作指明了非常正确的方向。哎，来来来来看看，哎，这是范高刚做的鉴定。这根时髦的红色头发脱离头皮的具体时间是多少？3天之内。老大，马上申请一张搜查令，走。宇良，你得回去了。哎呀，今天这案子错了，我们二位顶服。是吗，头？那我先谢了啊。其实我今天一点都不累。我知道你不累，你留下来，把今天警犬扰民和我闯红灯的情况写出面材料。怎么是我写的，头？有没有搞错？绝对没有搞错，记住。检讨要深刻，篇幅越长越好。好，这不合适吧？再见。谁让你文采好呢？拜拜。好像，头儿，你。谁让我文武双全呢？对不起，安先生，我们又来了。可是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不起，我们需要进去和你谈谈，可以吗？那不行，警官，孩子刚刚睡着，别把他惊醒了。安先生，这是搜查证，没办法。谢谢。为什么你们老是怀疑我呢？
要知道跟刘小梅有一腿的可不止我一个啊。这是我们对你车上刘小梅头发的技术鉴定，你看看吧。怎么可能呢？我的天哪，你们肯定是弄错了吧。安先生，要是你不想吵醒你的小孩，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可是我已经说过了，刘小梅出事那天我哪儿也没去。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又来了？永康，我是你的妻子，我有权利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亲爱的。他们找我来就是了解一些事情，你先上去照顾孩子吧。安太太，你的手怎么了？啊，没什么。那天整理花园的时候，不小心让瓷片给割破了。那你真是太不小心了。我能去楼上看一下吗？楼上，跟我来吧。这身衣服我们借用。乔宇，请把你的袖子卷起来。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碎瓷片划破了你的手。你放心吧，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任何坏处的。哎，谢谢广，来，唐总，为兄弟服务。漂亮的两排牙痕，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碎瓷片，而是有人狠狠地咬了你一口。说吧，那个人是谁？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让你看一样东西。小雨，你看啊，这个呢是从刘小梅的牙齿上套取的齿模，这个是你的伤口的导模，对吧？你看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完美的结合了，严丝合缝，完全吻合。还有这枚胸针，你可能没注意到上头有一个小小的钻石掉了，可是我们在翠明湖边上找到了。乔宇，是你杀了刘小梅。
虽然这样，你们就逮捕我好了。葵葵啊，注意距离啊，小心变成近视眼。不会的，伯伯嘴。白天就知道玩，到了晚上吧，又荒天荒地的赶，一点生活规律都没有，真不正常你。这事儿能怪我吗？离婚家庭的孩子既缺爱又缺感。行了啊，别瞎说，小心我揍你啊。肯定又是那个画画的，我烦死他了。慌晚不忙，半年起来不哭的，成天给我告状，讨厌的姑姑。这你怎么说话、让你哥哥把你嫁给那个臭画画的长头发，好啊你！你个小没良心！我太气了！行了，别闹了，别闹了，赶紧，咱们出去吃夜宵的。啊？出去吗？好。我吃饭慢一点。烤鱼，烤玉米，烤猪尾巴。行。谢谢，朋友们，味道怎么样？好吃啊！嗯。没出息的样子，就好像你姑姑虐待你似的。他就知道逼我写作业。嗯。晚上既不让我看电视，也不让我睡觉，你说那有什么区别？嘿，你姑可是刚走啊。他前脚走，你后脚说的坏话，我今儿非得审审你。说，老师给你布置作业，写的怎么样？没多少，我今天就快补完了，还差一篇作文。差一篇作文，说的轻巧。老师布置作业为什么不写啊？啊？这孩子说话啊你？我写不出来。写不出来。你把题目说什么告诉爸爸，让爸爸给你参谋参谋。说，你看这孩子，说呀、啊。今天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其实写作文啊，就是先构思，构思好了再动笔。咱不着急，慢慢写啊。来了，去看吧。爸爸。告诉我，我
我并不是真的想杀刘小梅。永康，你相信我，我并没有真的要杀他。你根本就不认识刘小梅，到底怎么了？他找过你，他威胁过你啊？没有找过我，小芬，明明是我去找的他。乔瑜，女人在某些方面天生就是敏感的，虽然在我怀孕那段期间，你对我是特别好，特别好。可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这是女人都有的第六感，虽然不知道来由，但却是非常准确的。小雨，我对不起你。世界，我每天都能闻到你身上有别的女人的气味，我只能一个人躲到别的地方偷偷的哭，甚至还想到了死。这该死的是我，可是为了这个家，我还是挺过来的。我想等孩子出世之后，一切都会好的。小雨，都怪我，都怪我。还记得那天我们俩一起给孩子洗澡吗？你的电话铃响了。其实我心里明白，那个电话根本就没有打错。洗澡哈，喂，你好，找谁？找高明耀。对不起，你打错了。哎呦，宝宝笑，宝宝笑。打错了。哎呀，啊，真烦人，这打错了他还不知道。哎，宝宝，一定是功夫小刘打的，你去给宝宝擦擦，我去客厅洗啊。告诉过你，不要往我家里打电话，咱们之间已经了了。了什么呀？藕断还丝连着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哥哥，我今儿可遇到点麻烦，你得先帮我找个地儿住下来。下午3点，你还开车来？翠明湖边，老地方见，不见不散。希望你再和那个女人约会，我想我必须捍卫我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就找你要了车钥匙，说是给宝宝去买尿不湿。
迟到。抱歉。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乔瑜，是安永康的妻子。你想干嘛？安永康的卡斯你了。你叫刘小梅对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安永康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我们还有了个孩子。你没事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因为你已经插足到我的婚姻里来了。哎，我想纠正一点，我没有插足到你的婚姻，是你老公来找到我，我是受害者，我被他欺弄了。你可真不要脸。说对了，我是不要脸，可男人就喜欢我这种不要脸。你要脸啊？你要脸，你让老公给你戴了绿帽子，还装什么呀？该干嘛干嘛去，我还有事儿。你不许走，你必须答应我，要离开安永康。你以为你是谁啊？该干嘛干嘛。你不许走，你还我老公。你还不还我老公？要命啊！不要咬我！不要！你起来！不要脸！你不许走！凶手，抓我吧，我才是真正的凶手。起来起来，乔瑞是无辜，那么善良，连个门的都不忍心打。
记录，对，还有这张你也收好了啊。人家那头倒心灰意冷了，您这头怎么老听不着动静？你想听什么呀？咱缉毒队啊，刚调来一女的，气质特棒。行了，经理，写你的检验报告去。涛，这个乔瑜是挺让人同情的，他没有杀刘小梅的主观动机，而且呢，明显是过失杀人。我觉得。这次顶大天了，能判个死缓。闭上你乌鸦嘴，写你的吧。怎么判，那是人法院的事儿。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乔瑜绝对是个有文化的贤妻良母，她非常爱这个家。可结果呢？哎呀，这些男人啊，太让人失望了。我也觉得有时候男人是个动物。哎，小黄球，我可告诉你啊，前车之鉴，你可别给我这样啊。去去去，好。那会上到底怎么说的？组长，老家，看这个样，雨亮的家家批下来了。我郑重地向各位传达一下市局正部的意思啊。第一，葛永亮同志最近这一工作表现不错，成绩突出，所以呢，给予嘉奖一次。耶。第二，葛永亮同志擅自调遣警犬，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扰民问题，影响了我们警察光辉的形象，所以呢。希望葛永亮同志敢做敢当，给予警告处分一次。好，这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归根结底，葛永亮同志是一减一等于零啊，所以政治部的意思是，不表彰，也不处分，功过相抵。哎，这怎么这样啊？为什么呀？这，好好好，相抵是相抵，我认了。可是头，他闯红灯怎么不给警告处分一次啊？哪怕半次也行啊，与咱们干警的问题处理上不平等不公平。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哎，小红球，你知道咱们头为什么被爱处分吗？为什么呀？那是因为你报告写的文采好啊。哈啊，头啊，既然如此，你是不是该请我报粗顿大餐啊？好啊，这俗话说得好、要想马儿跑得快，就得让他吃好草。哎，我看行。哎，郝佳啊，咱俩监督作陪吧。那当然了。哎，头儿，说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你说吧，定个时间。哟，呵，好啊。喂，我是康宝花园。好，我们马上到。伙计们，来活了。